今天的线索是千葱。海滩、微风、椰子树，还有小螃蟹，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日子啊。哦，打起雷了，还有闪电，雷电交加，即将要下大雨的样子，就可以用电闪雷鸣来形容当时的情况。电闪雷鸣也比喻声势很大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变成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后果了。这个人一定很懊恼，太阳不见了，他就不能继续他的日光浴。这就对了，比喻重新见到光明，前途大有希望，或是受到启发，思路一时之间非常的顺畅，就好像拨开云雾见到太阳的感受，我们就可以用拨云见日来形容。雨后天晴，阳光普照大地，如果你往天上一看，会觉得蓝蓝的晴天好像无限制的延续，可以用晴空万里这四个字来形容。晴空万里也可以用来比喻一个人的前途一片看好哟。哟，好的，他的脸都晒焦了，一片天空，三个成语，成语连环画，我们下次